请您欣赏相声学歌曲，表演者岳云鹏、孙越。谢谢，不要再买东西了啊！谢谢。谢谢谢谢，刚才这个节目叫做学哑语，是我们后台的一个中流砥柱。嗯，别看岁数不大，张九龄这个逗哏的二十多岁，对，捧哏呢也是二十多岁，对啊，二位加起来到他那个岁数，嗯，那个到四十多了，二位下去休息一下。王九龙，哎，这场呢，嗯，又把我们哥俩换上来了，是，这是我们第三次出台，对，这个舞台呢，对我们来说，这钱都不够你挣的了，挣什么钱？一场相声能挣多少钱？那怎么还有出台的事呢？出现在舞台，说清楚了啊，嗯，第三次了，嗯，是，节目呢已经快接近尾声了，哎，对了，我们两个走上台发现还是满坑满谷的观众，没什么走的，大家都没有走，嗯，每次到了这个时候呢，大家都会喊，嗯，每次到这个时候你要再喊退票，那是真的不要脸了，你知道吗？嗯，太不合适了，太不合适了，演到现在了，当然了，都会有人喊唱一个《五环之歌》之类的，这是我们的演出经验，多年演出经验，跟大家讲一讲啊。《五环之歌》一唱呢就结束了，对，我记得节目结束了。对，我记得刚开始没有经验的时候，开专场一上来啊，朋友们说唱一个《五环之歌》，我说好嘞，大家开心，我也开心，给大家唱完《五环之歌》，我们俩再上来的时候，发现台底下没有人了。嗯。早下班了，很难琢磨现在观众的心理。是，我们是相声团伙，我们是相声团体，哎，您说清楚了，啊，不是一个演唱会，哎，偶尔给大家唱唱歌，这是正常的调剂嘛。对了，当然这是我们的主业，还是相声，哎，给大家说相声。好，朋友们喜欢听，咱们慢慢来啊，哎。五环之歌可以唱，循序渐进，循序渐进，慢慢来啊，哎。刚才呢是二位给大家说了一段连说带演，很不错，哎，学呀，下去休息一下。嗯，我们俩呢再上来给大家唱一回。好啊，熟悉我的朋友都知道我是一个比较喜欢唱的演员啊。您是演唱型的。对了，当然了，嗯，今天这个状态一般。怎么了？因为这个嗓子不舒服，前些日子呢这个感冒，一直到现在今天依然是有鼻音，这个鼻子不太舒服，哦，啊，是啊，关键是嗓子不舒服。我呀打小就保护这个嗓子，长大就抽烟把这个嗓子给糟践了。没有关系啊，今天还是照样拿出我最好的状态回馈给大家。哎，行，那个嫂子怎么了？怎么打小保护你的嫂子，怎么抽烟就给人糟践了？怎么了哥？哥你说什么呢？你算我没说。嗓子，哎，嗓子，我再有口音我不能说嫂子吧？那是你有那心。嗯，嗓子，拿出我最好的状态，拿出来。首先呢，给大家唱一段太平歌词。好，有的朋友说了太平歌词我听过啊，并不好听。怎么呢？不好听没关系，是仔细听。好听，越听越不好听。有这么不好听吗？那得分谁唱。哦，分人。我的老恩师郭德纲郭老师，人家唱得好，嗓门也高。岳老师，我是跟他学的。岳老师，岳老师，岳老师，打断您一下啊。怎么了又？郭德纲是你师傅吧？是。您这个没规矩了。老恩师。是老恩师。嗯。您这个没有直呼老师的名字呀？他不在，你怕什么？不在也不行，有录像啊！你这玩意儿，你得尊敬他呀。录像可以剪呢。不，那不行，徒不言师，子不言父，这是规矩。是是，完了就刚才你说的时候，你手干嘛来的？这是什么意思？就是大家都知道，这是我师父身高吗？不是，你们这当徒弟怎么这么缺德呢？我都纳了闷了，你师父就这点毛病。就这点缺陷，你说你们当徒弟不替你师傅褶着说，还老拿着出来拿着开玩笑，你瞎比划什么？你瞎比划，你这玩意儿比划高了呢。最坏的人在这儿了啊！嗯，反正他也不在。学一个我师傅唱太平歌词啊！你师傅，
算了，有录像啊。你是不是跟小黄鸭似的？嗯。行了。杭州美景盖世无双，西湖岸奇花异草，死了几的清香。春有苏堤桃红柳绿，夏上荷花映满了池塘。秋观明月如同碧水，冬看瑞雪铺满了山岗。谢谢。多好，太平歌词。这是太平歌词，其他唱什么都归是学唱。学唱类离我们比较近的这个戏曲。哦，戏曲我比较喜欢。是啊，北方有一个剧种叫评剧。哦，评剧。刚才刘和春呢给大家唱了几句娘子把真情说一遍。那是评剧啊。啊，那是评剧。是我给大家唱一个正经的评剧。哦，啊，特别好听。他那不正经。嗯，他那个不正经，不正宗。 哦不正宗。好，您的正宗。嗯，评剧啊，听到您那个戏味怎么样？别管以后将如何结束，至少我们曾经相聚过，不必费心地彼此约束，更不需要言语的承诺，只要我们已经足够。人的一生有许多回忆，只愿你的追忆有个我。当当当当当当当，这边的朋友，别管以后将，还都照顾到了。至少我们曾经相聚过。不必费心地。楼上花钱很少的朋友，唱起来！哎呀，戳人心窝子呀！这是，你美什么美？我纳了闷儿。开玩笑啊，别往心里去啊！没钱就是没钱，没关系。行。以后有的是机会，咱们赚钱，是不对？买前面的票。你呀、啊，不长记性，我告诉你。怎么了？还是人家退票怎么办？一会儿，别退票不退呀、啊，怎么办？别胡说八道，您等会儿吧。嗯，您唱这是评剧吗？这不是评剧吗？您等会儿，咱多得说歌曲了。您不说北方的剧种评戏吗？评戏啊、嗯，那我哪会呀、啊？您这不是正宗，您该正法，知道吗？你看我的眼神多么的真诚，那我哪会啊？哦，这俩小眼睛，啊，俩真眼似的。评戏咱不会，不会就别说，就会唱歌。那你说刘火春干嘛？孙老师啊，今年40多岁，对歌曲呢？你们老说这岁数干嘛呢？是不是吧？40，哎，40来岁，没多。嗯，对歌曲呢，多少也有些了解。听40年了快。哎，给大家唱一个好不好？我唱不了，我能唱，我早唱了。孙老师很喜欢那些个某平台那些个歌曲。某平台，哎，哦，你对我有情，我没有，我对你有意，别让爱擦肩而过。哎，来来来，来不了唱，我是爱听，我唱不了。要不你来个小黄鸭怎么样？还小黄鸭，我还没有，来大白鹅得了吧。我出个主意，嗯，我唱歌让孙老师猜好不好？猜什么呀？猜谁唱的？猜什么歌？那行，多少有些难度。谁唱的我可不敢保证啊，因为现在翻唱太多。你听我这个啊，我一猜的什么歌名行？听这个啊，嗯，哎，有了，听这个啊，哟，这就有了，不是怀孕那个有，不是啊，你够快的你。打起手鼓唱起歌，我骑着马儿翻山坡，千里牧场牛羊壮，丰收的庄稼山金箔。打起手鼓唱起，我的手鼓纵情唱，欢乐的歌声震山河。把手鼓先放下，手鼓放下吧，放下吧。中低音，关牧村。行，没关系。打起手鼓唱起歌，打起手鼓唱起歌，第一句就歌名。这是给你一个面子，一定要让你猜上来。
孙老师脾气大，头一个猜不上来，到后台扎马桶里撑死了，赖谁？对不对？那样不合适。赖着没冲马桶的呗，赖谁呀、啊？听这个啊，高音。还给我一面子，高音。我、哦、还高音儿。谢谢谢谢。我听见什么了？我纳闷。美丽的草原，我的家。美丽的草原，我的家。美丽的草原，风吹绿草边的花。美丽的草原，我的家。我再给你一个面子，好不好？这个面子收着啊！我多暖和啊！听这个啊，新歌，新歌，新歌，刚出来的。哦，刚出的啊。你花钱比我还多呢。让我们荡起双桨，小船儿推开波浪。有点有点别浪了。小船儿轻轻迎面吹来了凉。什么歌？是不是害怕了？不是，这个歌是新歌吗？新歌啊！我怎么我印象中就是你妈没结婚时候就有。你妈没结婚的时候就有。废话。你妈的嫁妆是那个。你叫闭嘴。让我们荡起双桨，这有什么？第一句就歌名。让我们荡起双桨。中国这歌好猜。孙老师，孙老师，记住了啊！啊你看着我，指我。我给你两个面子了，你不能给我一个面子，是不是？你就不能说不知道，猜不上来吗？不知道。显得我有身份。你身上有份吗？听这个，听这个。啊。甭那么多废话啊！你这歌好猜，这还不好猜。雾里看花，雾里看花。听这个啊，嗯、再回首，阿莲，阿莲，当山峰，当，越来越少，瞧见了。是否对你承诺了太多？还是我原本给的就不够。这名这么长呢？你始终有千万种理由。不是，我一直都跟随你的感受。让你疯，让你去放纵，以为你有天会感动。你把第一句。关于流言，我装作无动于衷。第一句再来一遍。直到所有的梦已破碎，才看见你的眼泪和后悔。后悔，不对。我是多想再给你机会，多想问你究竟爱谁。既然爱，就别逃避。给了他的心，你是否能够要的回？怎么忍心让你过火儿？你是不是有病啊？你行，非得唱出来才知道歌。废话，愣猜我。这首歌呢是过火、嗯、这是张信哲的一首歌曲。哎，对了，张信哲是我从小的一个偶像。嚯、哦，他很多歌都唱得非常的好听。是吗？很清澈，嗯，嗓音很嘹亮。哎呦，哎，我很喜欢他。后来非常的有幸能够跟他在一起同台。哦，唱过歌。哎，我们俩一起唱了，也是他的歌曲，叫《别怕我伤心》。哎呦，我第一次见他的时候，我说张老师您好，嗯，我是小月，您可能不知道我，但是我特别喜欢您。哎、您这个人呢、啊、就是有些虚伪，这都没有关系。哎哎哎哎哎，没有关系。有这么说话的吗？怎么了？你指人鼻子说人虚伪？怎么了？他怎么虚伪？我说的是事实。不是怎么来着，歌词里能够体现。他哪句歌词啊？歌是这样唱的，嗯，关于流言我装作无动于衷。关于流言他装作无动于衷。而我做不到。
燕子，没你我怎么活呀？呀，这一臭流氓，你瞧见了吗？你瞧这模样，哈喇子快下来了的。你瞧见什么了这？咽吐沫呢？这是开玩笑啊！张信哲是我的偶像，那是很多歌特别的好听。今天这么开心啊？怎么样？好好给大家唱一首歌曲。什么歌？最近比较喜欢的一首。嗯。叫做什么？橄榄菜。唱给今天在座的各位。你们来碗白粥吗？来。来什么白粥？怎么橄榄菜呢？还有？哦，对，说错了，橄榄油，橄榄油唱。哟呵，橄榄油，橄榄核不好吗？橄榄什么？橄榄树。橄榄树。哎，谁说橄榄籽儿？这舟山来的，这是。嗯。橄榄树，这是齐豫的一首歌曲。嗯、提起齐豫，大家可能不太清楚、嗯，有的朋友可能不太了解。怎么呢？他有一个弟弟叫齐秦。哦。齐秦有一首歌叫《大约在冬季》。哎，火。是这样唱的。嗯。轻轻的，我将离开你。哦，齐秦是个二人转演员。咱们嘉兴没有 KTV 是不是？不能起个头了啊 ！KTV 都关门了、嗯。这是我师父经常唱的，嗯、给人家改味儿了、啊。我师父唱歌呢，他都是戏味儿。你师父原来唱戏的，原来唱戏，他改不了这个唱歌。嗯、是我师父唱什么都是戏味儿。是啊，我给您唱一个我师父学过的啊、嗯，外婆的澎湖湾。哎呦，这怎么唱？晚风轻拂澎湖湾，白浪逐沙滩。唯有椰林缀斜阳啊，只是一片海蓝蓝。好，哎，现代戏了。哎，有一次我师父参加这个周华健的演唱会，华健，周华健唱那个《花心》。哎呦呵，啊，两个人在演唱会上，是、啊、郭老师，咱俩唱一个《花心》。嗯，我师父说，那谁先唱？您先唱，我师父唱好。花的心藏在蕊中，恐怕花期都错过。哎呀，再看周华健啊，不会了。周华健哪唱过评戏呀？嗯，不会了，那是。这不难为人家吗、啊、咱再说这个橄榄树啊，橄榄 树这个唱是齐豫，作词是谁呢、嗯、谁呀、啊、三毛。哦，三毛特别的棒。是 啊三毛这个人呢、嗯、也参过军，也流浪过。不是那三毛流浪那个啊，三毛流浪记吗？不是那个人，写书那作家，写书的作家、啊、哎，撒哈拉沙漠。哎，他跟荷西的爱情故事。荷西、啊、后来荷西不幸去世，然后他、啊、哎呀，很感慨的一个故事啊！是是是，橄榄树唱给今天在座的各位。好，希望各位能够喜欢。您好好来。不要问我，哎呀，真好听啊！你看，我不能唱，一唱就特别开心，知道吗？飘荡在空中，这个感觉特别的美。您是够荡的啊！不要我呀！你唱完了再美，唱完再美。不要问我太阳有多高，我会告诉你我有多真。不要问我星星有几颗，我会告诉你。啊，正好飘荡在空中。行行行，先落下来，落下来。你就告诉我哪句有橄榄树。哦，坏了坏了，唱错了，唱错，这不杨钰莹吗？我会的太多了。您这橄榄树，橄榄树，橄榄树。不要问我，怎么还杨钰？不，橄榄树。不要问我到哪里去。毛阿敏了，词儿不对，要从哪儿来？不要问我从哪里来。调不对。不要问我。改刘德华了。一生曾经爱过多。行了行了，换刘什么？不要。怎么唱来的？怎么这么笨呢？这么简单啊？不，你，不要问我从哪里来。你就这么一句，你说，真行。我是不是有点喧宾夺主了？我岳老师，岳老师，岳云鹏，岳老师，大腕儿，大腕儿，大腕儿，明星来，彦祖，哎，爱听这句啊！您来，您唱的好听，您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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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
我来，你来，你来。不要问我从哪里来，多好，我的故乡在远方。不是郑州吗？唱郑州好听吗？还行吧。我的故乡在郑州，多好。为什么流浪？穷，出来打工挣钱。你们家唱歌带捧哏的是吗？不是实话实说吗？为什么流浪，流浪远方，流浪，为了天边飞翔的小鸟，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，为了飞翔的小鸟，鸟迷路了，流浪远方。还有药吗？你来瓶安定怎么样？听我的，很开心，我都飘了，我感觉特别的开心。行，朋友们还有什么想听的没有？哎呦，拆西厢啊，送情郎，哦，这是会点啊。学猫叫，学猫叫我来不了啊。学猫叫是于老师的专利。对，他那么岁数像。对，于老师唱学猫叫唱特别好。这个于老师在我们后台外号老骚猫。嗯。往事只能回味啊，粉红色的回忆。这姑娘你几岁了？啊？夏天悄悄过去，留下小秘密，压心底压心底不能告诉你。晚风吹过温柔心底，我又想起你，多甜蜜多甜蜜，怎能忘记，不能忘记你，把你写在日记里，不能忘记你，心里想的还是你。浪漫的夏季还有浪漫的一个你，给我一个粉红的回忆。哇哦，夏天上听着，就瞧出骚劲儿来了。我自己都觉得难受啊！小骚猫，一个大老爷们在这唱这个，那是你也知道啊。女儿情啊，沙漠骆驼啊，这比较。什么鬼魅传说，什么魑魅魍魉妖魔，这我不会，我没学会。对啊，不男人。有一个姑娘点了一个女儿情，照花台。嚯、哦！咿呀嘛更儿里，月了影儿。你们要想唱，就别让我们抻头。不是你们花钱自己唱啊？问题还是山上的朋友们。那边的朋友点，这边的朋友唱。对，哇，票没买一块儿啊？这边是刘三姐吧？这边啊？对，真好，这个感觉，这个氛围真好啊。那是赵花台，这我师父唱的，我师父传统的，在台上啊唱过很多，什么《探清水河》嗯《送情郎》《赵花台》，这都被我们学走了啊。对，赵花台、郭麒麟，《探清水河》小辫儿，《送情郎》我唱。对，现在我师父唱什么大家都说哇你抄袭。嚯，其实都是我师父的。七十组了。嗯。哎，赵花台跟那个清水河我都唱不好，唱不好，别为难我，别为难我，回头网上又说我啊。别，我真唱不了，那唱不过人家。人家唱的好听。对。哎呀。桃叶的肩上肩。哎，
柳荫儿遮满了天。去哪儿啊，大姐？不唱了，不唱了。我不唱了，行吗？不唱了，不唱了。我知道你是张云雷的粉丝，好吗？你别这样扎心。把孩子留下。你都扎着我了，你都。桃叶那尖上尖，柳叶儿遮满了天。在其位的这个明纳公，细听我来言呐、啊，此事哎，出在了京西蓝靛厂啊。蓝靛厂伙计儿有一个宋老三。提起那宋老三，给你们鼓掌，嗯，真好，难不住你们，真好，真好啊！我唱不过人家，这个姑娘一直在点女儿情，对，请你改一下你的口音，好不好？那个字念女儿情，不是女儿琴，我的女儿婷呢？啊，她一直在喊女儿琴，女儿琴。女儿情，我去年参加了一个节目叫歌手，对，决赛的时候我跟李健健哥在一起唱了女儿情，有很多朋友说小月你不要唱了啊，李健的声音特别的美，那是有我在才显得他的声音特别美，反面教材，嗯，给大家唱几句，好听不好听。我这个人不吝啬，会什么咱就唱什么，还会的真多啊、今天就是一个大联欢五环之歌，好不好？我特别喜欢这个画面啊！每当我说要唱五环之歌的时候，所有人的手机唰全都举上来啊！也没瞧过，就好像今天不唱五环之歌大家好像白来了一样，对不对？来，一起嗨起来啊！有时候我经常问自己，就这么一个破歌为什么红了呢？我真的很看不起自己。嗯，人家很多大歌星啊红是有原因的，人家歌红，五环之歌是为什么红呢？我都纳了亲闷了。两位去哪里？干嘛去啊？两位，我不唱了好吗？不是唱完就完了。两位，回来。干嘛去？着什么急啊？两个女同志啊，记住你了。哼。着什么急？再见。你干嘛去？你还小。哎，回来，孩子。这孩子激动的。咱们一起唱《五环之歌》，找一找演唱会的感觉。各位不要吝啬自己的嗓音，咱们嗨嗨皮皮的唱起来。什么叫嗨嗨皮皮呀？是一个成语。哦。也是我学问、也是我淘宝店的一个名字。闭嘴吧啊，谢谢，做了一个广告。
稍等一下，我发现一个情况了啊。嗯。很多朋友不好意思张嘴唱啊。要脸。这话说的我特别不爱听。爱听还不说呢。这个年代不是一个要脸的时候。哎呀。啊，各位，你要脸，你身边的朋友不要脸，你身边的朋友会笑话你的。让不要脸的笑话了，那当然了。嗯，咱们嗨嗨皮皮的唱起来啊！哎，不要，都不要，都不要脸了。啊，嗯，啊，啊！大姐要脸是不是？大姐，哎，切，没有逼人的这个的啊！大姐。雨有一天你会修到七环怎么办？你比五环。这样，我再出个主意啊。接下来的时间让楼上花钱很少的朋友唱一会儿，好吧？让他们找一找存在感。就咱们楼下的朋友 全得罪光了，楼下的朋友就不要唱了啊。嗯，楼上的朋友有钱人可以欣赏了。该你们了啊。嗯，啊，没钱还挺有劲儿。啊，五环。终于有一天你会修到七环怎么办？你比五环。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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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没钱还挺不要脸，你们。啊，很开心很开心啊。接下来我卖卖力气，青藏高原唱给各位。啊，你要下蛋是吧？你倒是。是谁带来？是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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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您冷静一下啊。我冷静不了。我知道青藏高原我前面好唱，是最后那句高八度你不灵。你想多了。我怎么呢？我唱不到那儿就死了。半道上了。我了解我自己。啊，是半道出事了呗。是谁带来远古的呼唤？是谁留下难道说还有无言的歌？还是那久久不能忘怀的眷恋？哦，我看见一座座山，一座座山川，一座座山川，还有舞蹈相连。亚麻得有孩子。嗯，不好意思啊，我最近接了个日本片。有亚拉索日本什么戏？哦，男主男主。嗯，我探个班去。亚拉索那就是青藏高原。亚拉索就是青藏高，一起唱，哎，一起唱。